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说？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，看看多少人在为生命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向前的更要永远的依靠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？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，先把爱涂成自己喜欢的颜色。笑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所谓的那快乐，只叫在天里追蜻蜓追到累了，挑战水果被蜜蜂给叮到怕了，谁在偷笑呢？我靠着稻草人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哦哦，无声吉他在虫鸣中更清脆。哦哦，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，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。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没有啊，明天签售会没有了，我们是延期了，之后会举办，我们会提前跟你说，好吧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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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疫情的原因嘛，然后我们的那个签售会本来是10月30号的，在哪里来着？唐山，好像是，对对对，但是就我们延期了呀。